化妆抢效率妙招，歪楼扯出感情问题。你只要纹眉，然后纹唇，然后或者是纹眼线，所以我每次出门啊，我只要化底妆这样就可以了。男生其实也可以纹眉，你两边的眉毛很像是可以稍微瞧一下。眉毛离这个眼睛太近，是在这感情观是比较不顺遂，是吗？弄以后就会看开一点。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，请锁定26频道，未来综合台，女王大人。